上面也是看到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疫情啊，要准备的东西啊，戴口罩啊，洗手啊，不错啊，这是他们画，看到他们的画风，然后交上来的数量也很讲说就是都很踊跃的参加，就是比没有记错的话，比起往年感觉他画工是很用心，很有技巧，很有技巧性，颜色搭配也是很不错，包括企业都很乐意就是参与这种这样的活动，就鼓励新一代的学生。关今天的这个绘画比赛的成绩，从中观来看，那个作品都有一定的水平，尤其喜欢说这次啊，给说针对这个疫情啊来做主题发挥啊，就是齐心抗疫，我认为这个主题很好，因为我们常说啊，艺术即是生活，生活即是艺术，如果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啊培养他们啊去关怀或者是关心啊周遭的事情的话，以后他长大的话必定啊会更有爱心哦。那么作品当中呢，我们在选一切不容易，要从众多了好几百张中啊选出那45张，真的是只有一个很少的8%罢了哦。所以被淘汰的未必他们不好，很多都下了很多的功夫，然后画工也很强。后来我们在斟酌选从里面选一些比较表现手法比较不一样的，不是全篇千篇一律都是画同样的方式的呈现，因为绘画艺术呢很注重的是在个人的个性哦，每个画者他都有自己个性，所以以个性的作品呢一般上比较能够让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最后我们选出来的前面五张作品呢，几乎全部不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们是个别有个别的一种表现手法和他画画的一种趣味哦。那对于这次的成绩呢，我们都相当满意了。但是当然我们就是在想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技巧是为了画画，但是画画不只是为了技巧，更重要后面的是那个创意啊，可能啊会更能够啊打动啊观众的心哦。一张感动人的画啊，不是因为他的技巧很好，而是他很真的表现就好像我们人在说话，话如画画的话啊我们讲话如画画的话，如果你很真心的讲一句话和用技巧来谈啊，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是看到那些作品中啊，蛮多都能够表现真的那一面啊，真善美，尤其是前面那个真子的那一面啊。如果是针对这个生活的主题表现，这次是第一次哦，尤其很当下的事情啊，所以很当下的题材就是我们。做创作者啊，也是很向往的事情。如果我们对于时事啊没有什么关怀啊，那么不能够参与这个现在的状况，那么你的绘画创作就是不好听，就是无病呻吟了啊。那我们必须要看在当下表现啊这个时候的情景啊。那么那些绘画的，他过了一段日子，他会变成一个文献啊。